就算能创得出，也得十年八年，旦夕之间，又怎么能办得了？他何时回来？让他尽快来见我一趟。袭来丐帮绝学，不能妄自尊大。神仙姐姐。谁？神仙姐姐，这位是你们同行的那位公子吗？正是。王姑娘。神仙姐姐。神仙姐姐。神仙姐姐，我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在下段誉，参观贵庄名誉名，擅闯至此，扶起恕罪。神仙姐姐，你知不知道，我想你想的好苦啊！神仙姐姐，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。神仙姐姐，哎，不是，喂，段公子，你赶紧起来。哦，好。哎，不好！神仙师傅，受弟子一拜。不好了，小姐，夫人回来了。不是，哎呀，不是，夫人回来了。别说话了，快走吧，神仙姐姐，你听我说。哎呀，小姐，快走吧。姐姐，段公子要走了。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说。师傅，你的吩咐弟子每天都做到了。师傅，快走吧。哎，师傅，你听我说，我有好多话跟你说呢。神仙姐姐，神仙姐姐，段公子，快走，把他们抓起来。别动！